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同学这样，他这样做法是不是如法啊？他这有些小房子呢，他叫人家帮他念的，念完以后呢，他把人家念的质量有问题，他就自己加念了多少遍心经，大概七遍还是二十一遍吧，二十一遍心经，但这个念的是没有点上去，人家念的都点完了，但念好以后，他在签名的地方，谁竞争的地方，他把自己名字也写上去了，跟人家一起写在上面，然后大概感觉好像是这栋小房子好像比原来效果还不错，他这样做法。行不行啊？就是说如理如法吧。如理如法吧。很简单。如果他点小房子的话，他念了之后他没点，他把名字加上去，不如理不如法。嗯。他必须在他原有的小红点上再点一点。啊，再还要点上去。你听得懂吗？就点满了还加上去就。对，点满了你在原来是红的上再点。再点，嗯。那你就可以把名字写上去了。啊，对呀。